第4697集。这是天剑。老人眼中不可遏制地涌现出了一抹狂热之色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丹田剩下的灵气，目前的龙渊天剑我勉强能催动两次。叶晨天剑握于手中，与之心念相通的龙渊天剑亦是发出了一阵嗡鸣之声，似乎在为其主雀跃。斩！轻轻一剑挥动而出，一株悟道神树的半截树丫应声落地，万千枝干似有了灵石一般，见到这杀伐气滔天的龙气剑芒，纷纷对其避之若屈。至此，叶晨的周身空间内万千枝丫无一敢近其身半分，灼目的剑芒划开天际冲向萧寒。老人望着叶晨的背影，不由得握紧了双拳，眼中热色只升不减。而那背对着老人的叶晨眉心，却是一丝金芒再次闪过微弱的波动，回眸望去，哪有什么绿叶环绕，翠意盎然。那八株悟道神树神威早已不在，此行演化而成八根青铜缠链，牢牢延伸而至老人的周身。先前那意气风发的挺拔身影，此刻衣衫褴褛的半跪在地，四肢以及脖梗处都被紧缩，胸膛背脊处更是被两根青铜缠链打入血肉，血洞处链子死死地扣在其骨，最后的一根缠链直入地底，不知其源。而叶晨天剑所斩，正是此链化作的悟道术。其没入地底的一截，其上剑痕刻出了一抹裂痕。此情此景，转瞬即逝。原来如此，这一刻的叶晨彻底明白了一切。不停的鼓掌声回响，老人哈哈一笑：“叶晨小友果真是当世俊才，这般实力当得年轻一代领军人物，恐怕太上世界都唯你称霸。”笑声将叶晨的思绪再次拉回，面前的山林依旧，悟道神木熠熠生辉，其手中的半截枝丫也是神则不灭。前辈谬赞了，小子可不敢当啊。叶晨自八株悟道神木之中窜出，旋即几个大步行至老人的近前，地上半截枝干，开口道：“如此一来，前辈可随叶晨一同探那神境？”老人闻言却是哈哈一笑：“你小子大有一副长者对晚辈小九九心思的半讽之意，比起这些，老夫更是关注你这等年纪可曾有名师教导。”老人大有一副将叶晨收作关门弟子的态势。叶晨暗叹一声，果真是老狐狸啊，看出了龙渊天剑的不凡，这是看他有没有后台准备强夺了。一旁的灵儿却是接话道：“前辈，叶晨你就不要想了，他可是太上世界羽皇古帝的关门弟子，他师尊为了他可是将毕生修为都刻在其身，生怕这宝贝徒弟出半点事情。我呢倒是没有名师指点，您考虑考虑我。”灵儿大眼睛一眨一眨，大有一副认真拜师的感觉。老人闻言却是疑惑道：“羽皇古帝？”“他师尊名讳好像是叫做如此，甚至执掌万虚神殿，被誉为太上世界第一人。”灵儿径直道。一旁的叶晨一怔，心中苦笑万分，灵儿是在警示着老人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灵儿却是直接搬出了自己的仇人。不过羽皇古帝这名头却是最有效果，原来是他，同是千万载之前的人物，这个名字老人自然是不陌生。不过老人眼神还是有些不确定，羽皇古帝虽然和这气势绝境有些关系，但不可能会派人插手此地因果，而且羽皇古帝的关门弟子才太真境。就在老人疑惑之时，叶晨施展梵天神功，镇子诀道：“看来前辈不信我。”感受到镇子诀的力量，老人眸子猛地一缩，这才确定叶晨的身份。既然如此，
老夫便不与那老家伙抢夺弟子了。叶晨，我与你师有旧，赠你一场机缘可好？老人似乎不容叶晨拒绝，当即便是开口道，此地时空异常，我可逆转重塑，为你提升修为。毕竟前路多舛，老夫不忍你就此殒命。叶晨心中却是冷笑一声，老家伙强夺不成，还想诱惑自己留下来，突破境界为其斩断八根缠链。或许为了脱困，他会全力助自己突破吧。先前那菩提茶也是这般打算的吧，当真是一只老狐狸。多谢前辈好意，家师在小子身上刻下了诸多禁制，保命还是不成问题的，只是旧友心切，您看这般如何？待我等取得宝药，由我朋友带回，再亲自回来请您指点一二，毕竟这般机缘我也不想错过。叶晨眸子一凝，极其认真道。老人一笑，当即便道，也罢，那神迹于第九峰上，你可自行前去，不过那守灵人需将其彻底斩杀。言及此处，老人唇齿之间闪过了一丝杀意。去吧，叶晨小友，老夫静待你回归。老人面含笑意，目送着叶晨二人离去，这才呢喃道，若能借羽皇古帝弟子之手铲除那守护者，我脱困便更加轻松了。与此同时，远处，叶晨，你怎么知道那个老家伙有问题的？离开了山林，灵儿这才问道。叶晨只是轻轻一笑，相互博弈而已，但目前看来，最终的胜者是他们。那个家伙是在延吉第九峰的时候，有一抹杀意绷不住溢散了，看来我们真正要找的人应该就在第九峰。两人的身影急速开掠，向着第九峰而去。虽然不知道那个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从他的态度来看，那所谓的第九峰之人肯定是他的敌人。叶晨与灵儿飞速离开这无意闯入的飓风，再次折返雾林之中，这一次却是安然无恙。灵儿，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来吧。走在路上的叶晨突然间停下了脚步，望着眼前白发如瀑的小姑娘。哦，灵儿先是疑惑地瞪大了眼眸，旋即又是眉间愁容凝聚，却是听得身边的叶晨再次开口劝阻道，我仔细想过了，你的气息外泄本就会引来镇压此地强者的觊觎，相反我可以在此低调行事。叶晨说出了心中的顾虑，灵儿与自己不同，连番的大战对他本就是一种极大的消耗，更何况先前还动用了强大的手段帮助自己。灵儿没有作答，背影化作了一抹流光，消失于叶晨眼前，并传出了最后的一声叮嘱，你这家伙可别死得太快了。叶晨施展鸿蒙大星空，头顶一片星河，穿过那前线险死的雾林，随后身影直奔第九峰山脚，头也不回地扎进了密林之中。眼前空间越来越狭隘，只能容他那身影铿锵穿过。在这幽暗石壁的空间内，远方的一点亮光在叶晨的双眸之中倒映。叶晨脚下步伐不由得加快，很快从洞口钻出，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一愣。原以为想象之中的气势绝地，满是尸骨寒才对，可眼前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存在，这竟是一片盛世之景。叶晨眸子一凝，万林山水，抬头望向天空，顿感一阵天旋地转，一滴滴雨珠落在脸颊之上，空气之中有着丝丝的甜意。这些林木目之所及，皆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，除了上下以外，前后左右都一样。尚不等叶晨感慨，他却是发现了什么，五指一握，地底如平静的湖面波动，竟然有精纯的灵力波动。叶晨不由得啧啧叹道，虽然对他来说没什么作用了，但对于一些武者却是至宝。梵天神功镇子诀，开！雨雾渐散，炽烈的光芒洒照而下，为叶晨指明了方向。
叶晨一路向北继续登山。这地方有人迹，叶晨顺着宛如人工雕琢的玉石阶梯步步跟进，放眼望去却是停了下来，喃喃道：这阶梯怎得如此有种天旋地转之感，明明是在上山，但看起来又是在下山。又是不知道奔袭了多久，叶晨的身形略显疲惫，显然此地的空间围崖亦是一直存在的。碧空无喜的苍穹下，几只凤凰划过，叶晨继续随着踪迹登临山巅。足足半个时辰，叶晨这才登得这不见底的深山之巅。一座阔台于目之所及的尽头显现，端的是雄浑阔气，前路一段。就在这时，虚空波动，一道神秘的黑衣身影自上踏步而下，挡住了叶晨去路，甚是诡异。太真境，对方身上的气息为何这么熟悉？难道我见过？叶晨自打来人出现的那一刻，便是上下打量了其几番。那修长的身材与自己有几分相似，修为也是相同，不过却是被一副银质的面具遮去了面容。你是何人？叶晨双手负于身后开口道。神秘黑衣人置若罔闻，继续踏步而下，周身气息稳若泰山，不曾外泄分毫。这家伙对于自己的呼喝充耳未闻，叶晨便也是不再多言，径直向上走去。两人即将擦肩的瞬间，那一声不吭的神秘人却是倏地伸出手臂将叶晨拦下。阁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然而迎接叶晨的仍旧是一副冰冷的瞳孔，这双眸子极其的嗜血和好战，但同时又给了叶晨熟悉之感。不管叶晨如何询问，那人皆是不语，更是步伐挪动，将叶晨一步步的逼退。那便站。叶晨亦是眉眼一横，既然不愿多言，那便手底下见真章。太阳赤黄斩。叶晨随意的挥手，一轮太阳自云幕中升腾而起，光辉万千。面对这近至眼前的一击，神秘人亦是不慌不忙，一个侧身躲开，旋即祭出一柄剑，干脆利落地向叶晨而去。